锵锵三人行，这个小木兄、哎、啊，小帅兄，对，俩兄都在了。这个小木兄，我们知道啊，刚从日本回来哈、啊。关于你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呢？咱们下一集再。但是我认为我们啊，不要从长相判断，改改发型就可以，这是个重要问题。但是小帅哥，我通过这个黄金周。国庆黄金周啊，我体会到一点啊，这个攘外啊必先安内，是这话，真的真的，攘外必先安内，是，知道华山吗？对啊，这个应该读华山哈、嗯、但是咱们很多人华山，华山就华山吧、嗯、啊，华山暴动了，这是网上的这个说法、嗯、啊、嗯、说山脚下暴动、嗯、而且呢咱知道高潮就是见了血了嘛，流血事件嘛，现在还躺着一对夫妻说给捅了，那酒刀呢还说也是一团华山云雾、嗯、开头说呢是景区保安捅的、嗯、后来赶快说不是不是，说当地农民打架，又是临时工后来又说是什么黄牛党怎么怎么着，反正现在搞得警察也非常紧张，抓着两个这个嫌疑人，这事儿还一时啊说个不清不楚，但是啊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嗯、小帅，你这个黄金周对这个路上的情形有什么见闻？其实我还好，我是黄金周实际上没有做一个旅游出行，我是因为事儿，比如说成都啊还有那个香港啊，嗯，这是正常，还不属于这个到那个旅游热点去。但是有一回我是在黄金周之前了，我是去那个哪长白山天池去了一次，嗯，就到那之后我其实是不爱旅游的，但是我说到那了得去一次，一去以后真的很恐惧，就还不是黄金周哦、嗯、还是一个就是正常一去那一整个一片地方，你就随着大溜去挤那个门过，比如这块检票检完之后哈，我说他如果这边检完有很大一个排口，如果你从那开始你这个队检完能够有一个专门的通道到下一队能好很多，你就挤一次，他这个检完人流涌出去开始往那个去拼命去挤，挤到那块又是一个瓶口、嗯、瓶颈口，然后再去挤，挤到那个再进去，然后到山上几乎就是沿着小道上去之后，看天池又有雾看不清，人山人海，只能看一眼再下来，整个那一片地区我估摸算一下能搁一个集团军。哎呦，你说还是旅游是？哎呦，那这个就不是旅游了，不是旅游了，这是邪恐了。我在报纸上看说深圳不是有个大梅沙吗？嗯。一天你知道那个沙滩上50万人接待了50万游客、嗯、说他那个新闻标题说的也挺逗，说大梅沙今天不见沙，就全是人脚了，你想50万人一站、嗯、看不见沙了、嗯、那真就是真是人海茫茫啊、嗯、你说玩什么呢，这是太恐怖，这是玩什么呢，这个跟我们是不是跟那个黄金周的集中在这一礼拜啊什么的，这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嗯啊，小莫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是今天刚到的、嗯、我就因为赶到这个等这个黄金周完了以后，那我太太和小孩是比我早一点回来，但他们回来就不敢出去，然后我们每天打电话，那因为南京那个夫子庙也是人山人海，是吧，而且到处他都不敢出去，到附近周围就不要说开车了，本身在那边开过车的到这边就已经那个交通秩序就完全是两样的，你就是根本、不会出去的。真不是，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旅游观啊、嗯、已经很进步了。嗯，你知道我的旅游观是什么，什么地方好玩啊，人少的地方就是景点，人少的地方就好玩，你才能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吧，我觉得现在完全应该进化到这个旅游观，曲径通幽，此处风景独好这样的。但是你是有这个条件，嗯，就是你的，对呀、啊、因为你的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呀、啊、它可控可调整，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避免好多好多那个工薪啊上班的人他都要上班，只有在放假的时候大家全家人抽出一个固定的没事的时间，所以它是个集中性的爆发。没错，你看你这个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华民族擅不擅长管理的问题，这确实是个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是咱们性格的问题。哎，你比方说啊，我是一个特别缺乏远见的人，后来我慢慢发现呢，我们同胞都不大有远见，就真的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这样，你看咱们通常就是说到哪儿再说，去了再说是吧，但是你知道那天我们还有一女嘉宾付小田就讲一个故事，说你看英国人的这个计划性，为什么外国人老是订机票提前一个月订就便宜的不得了是吧，说英国有一个教堂，大概是十几世纪的时候的教堂啊，
他现在要维修啊，维修不是得修旧如旧吗？还用那个梁啊，还用那种树，什么橡木还是什么木，用那种树。当年提供这种木头的呢，是一个家族，然后就去找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就说啊，你们来这儿正好了，他几百年前我们老祖宗啊留下遗训，就是那片树林子种了那么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说估计几百年之后要修，这刚好就是这么大一片树林子，去砍，就是家族的这个延续，就几百年不许动这片树林子，不许砍。你就说他这个计划性，计划性，还有对于传统，对于还有理性的看待整个的发展，眼光的长远，这个方面真的我觉得倒是不能光怪老百姓，不能说我们老百姓没有计划性，它是一个制度的建立，它是一个更高的层面为老百姓去提供可能性的一个。你说的太好了，所以我就说啊，它是几个层面的没有计划性。对，你比如说你从全国上下一盘棋，你就说到这个黄金周了哈。但是咱具体再说要一景区，我就觉得这到底是没计划性呢，还是利欲熏心呢？就是说你看哈，我就发现意大利不是说人家外国不会这个人龙排那么长哈，而是说呀，其实我觉得咱们要不说还有一个问题，还不光是个安全问题，是个有个旅游质量的问题。你比方说你去梵蒂冈，为什么你提前就得在网上预约，你知道吗？如果你在网上没有预约啊，那么对不起，你要大排长龙。我们前一阵去那个米兰呢，米兰那个连排队都不准，就是看那个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他要保证你这几十个人一波一波的进去，在里边能够待个15分钟，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游览质量，对吧？然后呢，提前你就得在网上约，我们没约到那儿就不让进了，除非是人家查到哦，有两个人预约了但是不来了，正好我们很幸运填进去补上。你说咱们这个，他对每天的流量是有控制的啊，有知道我进多少人，对空气啊、呼吸啊，对这些消防啊作品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都是有一定的控制。所以这方面呢，当人家可以说人家做得好，可是当中国人那么多的时候，当中国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当然有利于熏心的，来了就卖门票，挣得越多越好。能融多少人？哎，我就这一礼拜是黄金嘛，我是赚钱的黄金周，你们是旅游的黄金周，撞一块就来了。但是我看到那个电视上报道，就是张家界，我看那个央视还在报，哎，这边还空着呢，还不满呢，别的地方是满了10倍、20倍，张家界还空着，那就说明政府或者是我们的行政机构没有疏导好这些游客。不管是一个省也好，全国性的也好，你突然一下让他，哎，又是免这高速又是免费了，所以大家都出去，结果跑到高速公路去散步去了，没错，这样溜狗去了。所以他们这次你知道网上都说什么？这回知道了，以后再不敢占国家便宜了，小便宜，再不敢占国家便宜了。对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饮酒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端江，古井共酒。科技是品质的源泉，责任是品质的保证，品质改变世界，三一重工。天府软件园，全球软件企业合作伙伴。这个华山呢，我去过，所以啊，我真是很难想象。你知道，我就看这次这个说华山暴动这事儿哈，有一个家庭带着一个72岁的他的这个老公公，婆婆是得69岁，还有一个3-4岁的女儿，夫妻俩这一家人。就讲他这一天，哎，我就感叹呐，这个中国人民呐，就是这个是这么多么可敬的人民。就是说，你想想啊，要换咱们，他经历这一天，从早上9点钟，他们自己开车去的，到了这个景区哈，说等在那儿，那已经排，这是排了多长时间的队啊？排了大概有恨不得一个小时，因为只有2个窗口，
卖票。来说为什么只有俩窗口卖票呢？就是说因为啊这儿还分三段路，你说就是你在这个门口买了票以后呢，你还要搭一个中巴车，这个中巴车呢在你走到索道那个缆车的那个口，然后那个缆车索道那个口呢你还得有票，就说卖三成票，跟刚才一样，我刚刚说那个长白山那个天池一样。对，他们后来说为什么卖三成票，有人说啊，我没调查过，说原来啊这三段路啊是三家公司经营的，所以呢这家人好一下子又坐这个中巴折腾到了那个缆车那个口，到缆车那个口排队，你知道排多少，排了四个小时，然后呢老人都不行了，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还在那儿那个大喇叭在那儿喊啊，就说那个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在这儿排队等着这个坐缆车呢，大概要花4到5个小时，这个花的时间太长，建议大家智取华山。智取，我说什么叫智取华山？我说什么叫智取华山？原来智取华山呢是一条路，是一条路，智取和自古华山一条路，对不？是那条，智取可能是那条，当年占领就直上直下了哇！对，解放军建议大家智取华山，智取华山说让大家走上去，但是呢，他就说你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说智取华山走上去也得折腾4-5个小时？反正上了。上了之后这家人到山上走了40分钟，就买了180块钱的票走了40分钟，看出形势不对了，说这山上人比石头多，你知道吗，全是人，说这时候叫有远见，说咱不玩了，赶紧回，这个时候撤退已经晚了，就又在这个索道门口说排队得排4个小时，然后工作人员又在这儿说了，说在这儿等要等4到5个小时，建议大家步行下山，步行下山快的话1个小时，慢的话2个小时也到了，然后呢你步行下山到山脚下呢，到这个售票处可以给你退票。但是后来这家人就说这个工作人员一方面他没说走着下山中间也得堵，最后他们是走了多少个小时才下山，第二个他没说山底下的售票处早已经给愤怒的游客给砸了，实际上不能退票，就是他们这么走啊走啊走啊，抱着孩子走啊，走到凌晨11点的时候，你知道吗，走到山脚下，这个时候说又一个崩溃的消息传来了，说华山脚下暴动了，你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暴动了，就是连那个从景区口啊那个8公里的那个盘山路到索道口的那个中巴车开不上来了，唯一他说他见着开上来的什么车120，老人晕倒了，坐轮椅的不行了120，然后这些愤怒的群众把120拦住，然后你说当时这乱的就说这个家属啊，因为家里这家人出情况了嘛，跪在地下说求求你们我这要送医院，这样大家才让这120下去，哎呀你说就弄这个挺吓人的，仔细想一想，想想那个，如果现在只是一个现在报道中捅了几刀之后的小范围局部冲突，如果真是那种恐慌情况一蔓延，然后整个一个哪个链条一崩，哦，那个事情大了，多恐怖！那个华山一条路，我在那个天池，我想这要出事，一挤人就要出大事，在那个上面没有酿成大祸，算真的是幸运。这像大地震来了一样的。对啊，你是经历过日本海啸，对对是吧？还好没有什么侧滑，这还没侧滑再加上滑坡，这样对、那个哎，太恐怖了。上面那，而且我去过华山嘛，很早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呢，没有那么多，而且现在旅游的概念越来越重视嘛，这两头好的，生活的质量提高了，大家知道去旅游，要想享受人生去玩一玩。这一集中爆发，那么这种接待能力啊、疏导能力啊，还包括你刚才说的对旅游这种认知。哎，其实我们是休息休闲，可是现在都要挤到景点去看一眼那个景点，也难怪人家可能70多岁老人没有去过，那么好像终于能够去一次，形成这种井喷，你怎么去诱导他，怎么去疏导他？看过一次还要不要第二次？第二次你怎么去玩那些平常的地方，让自己舒心的地方去玩？那这些都要变成一种，其实还是一种这个，不管是公司也好，单位也好，这种休假日，休假日应该把它错开。
他也是他有些年休，他不一定在长休的这个是国庆这个长休全部休息，有的还可以工作，你可以把它错开的。其实因为这个单位像那种带薪度假，对，哎，然后呢你自行，要像英国或者哪他们巴黎，当然法国也有，他八月份整个就是一个月是全部的全国休假日，到哪都不能办事。但是毕竟他还有一个个人，各个单位不同，我可以自主决定我在未来这一年是什么时候休假，然后呢大家可以报名啊，来计划。法国人这可真是，我见过中国的一个商贸代表哈，跟我说就是法国这国家迟早得玩完，我是慵懒啊，我是慵懒玩。他说我们这个这么大多少亿的这个合约啊，这个合同啊，一个月打他们公司没有人接电话，八月份不可能，说都上地中海去了。对，说这要在中国南部，你做不做生意啊？是吧？对，而且他八月份打死就一个月是没有人的，这个特别奇怪，这个国家还能这么运转？但是还有那个特别逗，他们其实也不是说全部蜂拥到这个法国本土嘛，他可以全世界还有地中海，还有一个他们现在特逗，就是在那个巴黎那个塞纳河边上哈，他到那个休假日啊，他把这整个这个街道还有整个那个堤岸上全部铺上沙子，就有那个景观铺上各种沙子，然后就制造那个海滩的效果，然后呢就很多城里人就不出去的，也怕挤啊什么的，就在这个边上躺在海滩上那个躺椅上假装晒太阳，就假装那种就变成就在城里搞，香榭丽舍大街它都有那个有那种话，一铺成一整条街，让你有几天时间就玩这种。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也弄了，我们也弄大型海滩人体艺术了，现在就玩人浪啊，我们在大梅沙不都在玩人浪吗？其实你像中国这么大，对吧？960万平方公里，其实应该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旅游景点，而不是嗡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区、另外一个省。那当然我讲多日本可能大家就不高兴了，没事，讲日本真的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自己的景点，你走到哪一个城市你都感觉到买得到礼品，可以享受到温泉也好，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这点是你虽然是一个岛国，对吧？那如果中国那么大地方，其实可以做更多的这种景点，不要老是捧着几千年的那个华山或者几百年前的什么东西，你可以造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分散一些人口。现在正在做呢，都很多了，像什么西门庆故里啊，还有孙悟空故乡啊，都在投资十几个亿，都在建设当中，很快就有了，全国迪士尼都有。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美丽是由内而外的，源于心，现于行。一个人只有内心充满了仁德和善良，才是美好的。丰盛十年，大理特约之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零污染岛国新西兰发生离奇事件，特级乳牛莫名失踪，真相是什么？密切留意。众星为你聚焦，世界因你璀璨，新一代轩逸耀世登场。感恩400万，彪悍礼遇回馈每一个你。东风日产，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所以其实啊，中国人不是不会游山玩水，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呀，中国文化是最会游山玩水的。所以啊，我可以给你们看张照片，就是一个这个玉雕啊，是这个清朝的时候的一个玉雕，这里面就表现了中国人对这个游山玩水的一个理想，你可以看看。这个是呢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清朝的。其实照我看呢，这里边游客都嫌多，所以说实际上清朝啊，在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品味上啊，已经比他更古代的人呢、啊，已经世俗化了。就是你要是跟这个唐朝诗人王维的这个标准来比较的话，王维这个诗叫什么？空山不见人呐、啊，但闻人语响啊，就说空山没有人呐、啊。听见人说话的声音，他就用这样的诗来描写咱们的那欣赏的山水的意境。所以你知道，小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现代化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现代化，会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那挺好玩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很多旅游景点，比方说是苏州园林，对吧？对，现在是民主社会，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人人有份儿了。可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就是当它属于人民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美啊，你也的确打了折扣。这个东西，比如说过去说苏州园林叫这个什么呢？曲径通幽处嘛，禅房花木深，它就是给剥削阶级的，是吧？这一个人你能尽享这种幽趣，可是那个时候没想到，策划园林的、设计园林的人没想到接待黄金周旅游团，你明白吗？但是人民本身成风景了，你说，对对，实际上他也欣赏不了。现实情况是这样，但是千万不能责怪我们的人民，对吧？人民是有权利去享受和度假的。当然了，当然了。这个你刚才是确实描绘了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这个。桃花源啊，完全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境地，确实那个没人呢、啊、交通也是这样，在家那时候环境我估计也没有那么破坏的，对，全是就山山水水。那现在感觉到对山山水水是我们认为的一种享受，就到那离开都市啊什么，可是在工业化进程和都市化建设，有多少人又进到城市里来，人口大爆炸去建设，同时又把这些那种山山水水、青山绿水的，又全部再去建设到一个所谓的现代化，那个东西越来越少，对不对？它不像一个保护、一个长远的规矩，能把自然保护得很好。比如北京的周边，谁周边都很好。那么这样的话，城市和自然的结合，如果一个人的概念出来了、观念有了，我只要接触大自然，一出去就好，青山绿水。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疏导起来就行了。现在都没有了。全部被征集跟着，然后越来越缩小，人口又在不停的膨胀，然后呢，现代人呢经历了都市以后呢，突然之间又梦回唐朝了，又宋元明清，到想要去接触大自然了。那个时候自然在哪里呢？就是那么几个地方了，没了。于是工东过去就成爆炸，这是肯定的，没错。那所以这个东西如何解？除了从政策上所谓的错开度假这个期，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其实就对工业化发展快速的脚步如何去有效的、有机的自然去发展，保护自然、恢复自然、青山绿水，让自然进到我们周边来。我这个前一阵从英国回来哈，我对中国又有点希望。为什么有点希望呢？就是说英国，我不是说嘛，我说陶渊明到今天也得移民英国，你知道吗？那是真正的田园风光。可是你看哈，英国也不是一直就这样的，他也经历过工业化。像你看苏格兰的那个爱丁堡啊，所有的那些建筑为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的。他说就是当年这是铁路中心熏的那个烟呢、啊，就是他也经历过那个阶段，破坏了这个环境，包括美国。但是是不是曾几何时到了某一个时候啊，他迷途知返了，或者发达到一定程度，你看他又开始。弄起来好像还能还我大好家园，我甚至就觉得中国有可能吗？其实就是中国在我们说了很多年，其实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你快速发展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了，就有总有几个人有这个意识，从英国啊、日本回来看到这种自然的保护和，因为他们走过来了嘛。那么你看到前面路的前车之鉴嘛，其实在建了，但中国现在有中国的国情和特色，盲目发展到一定程度。像日本，它如果说是农业地，它是不能是做工业用的。你是再有钱，它不能卖的，是法律规定的。你只能工地。还有山，很多现在很多富裕的中国人去买山，买了山以后，他准备盖什么别墅啊，盖什么度假村那种那个，甚至盖会所啊，都有人找过我。你去年呢他不给你，对，你开发一片，你就是有已经被法院判了，你根本不能动，就是名人都没有用，真的，他就是保护自然，然后你到哪里都青山绿水。我从东京开车只要一个小时，是是是，一片片的绿的，没错，那些松树多漂亮。所以国家一定也有强制性的去做一下，对吧？不能够为了一点利益什么都出卖。对对对，我们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所以才急死人了，本来应该。